血橘和胎橘的区别。血橘和胎橘的区别通常有以下几点。第一，产地的区别。胎橘跟血橘的产地是不一样的，血橘只有在新疆才有，而胎橘的产地是在南方，浙江一带。新疆本地产的胎橘是没有开过花的，新疆血橘。血橘没有开花之前采摘下来晒干以后就成了胎橘，新疆的血橘指的就是开花以后的胎橘。第二，在外形上的区别。胎橘是结实的圆颗粒，血橘上面带一些花瓣，很多人都会用血橘和胎橘泡茶水。血橘泡出来的水呈现血色，而胎橘泡出来的水是琥珀色的。除了这两点明显的区别外，几乎没有别的区别。